现在是晚上11:30，我们现在在这边等台客。我们等他等完接到台客之后呢，还要去芦洲去台客他家拿冰箱，拿完冰箱呢，还要再去找马丁，因为我们跟马丁借了杆子还有那个卷线器，所以虽然我们是半那个等一下凌晨的2:30要集合，但是我们11:30就出门，因为要跑很多个地方，不是只有接台客而已。41分，奇怪啊，人呢？我忘了带手机，我都已经绕回去拿手机，再过来他都还没下来，奇怪，我打给他。该不会在他家吧？喂，阿里豆，你怎么没下来？啊，你不是说12:30？11:30呐！你说12:30，白痴哦！你去看 LINE。那是哦，好了，下去。拜拜。拜。哇，迟到，好悲哦！我看成是要去找马丁，12:30到马丁了，白痴！从另外一边放啦，干啥？这铁板这一袋整个比我的箱子还重，那都铁啊！那我有买，那我自己也有买一堆，买什么？我之前有补一堆啊，又加上去补的，快20几只吧。我们现在来到台客家拿冰箱，你这几升？100啊，100应该放得下，瞧一下。冰箱派，儿子啊。那我瞧着，把东西拿到前面去。先抬上去啊，可以吧？100，哎，不行哦，干不行，可以啦，塞一下，好，盖得起来吗？盖一看就知道，等下那一袋，等一下去盖一看啊，嘿嘿嘿嘿，怎么办？放60的。100放不下哦，那么大，这个这是干没办法，那到底啦，怎么要改到前面去了？等一下，没办法啦，你上面多东西，这里全都东西，这碗装东西，我懂，无缘。让他们看到说，带那么小来丢安干掉不掉？好可爱哦。这小搞搞用的哦，要得到再说。哈哈哈，这个应该差不多 ，OK 的。我们到啦，现在在汐止，我们在等马丁，因为今天要跟他借杆子跟利路，要给他土匪，要跟他怎样？给他土匪他的杆子啊，给他土匪完之后就等于要买了他那只杆子。人家那只杆子2-3万，你买不起哦，那都买不起，我买不起。小心不要给人家的杆子弄坏了，不会，那只耐操哦。然后结果拉一只30斤的红杆，怎么可能？我期待也掉到这了，马丁哥。我靠！我是出预兆哎，就这样就开拍了。你又不是没穿。你没有穿内裤。不能这样子，怎么一这样就开拍了？我们刚刚还在讲说会把你杆子弄断。不会啦。真的哦。不会，怎么可能断？
然后弄断我赔不起。断了也不要，也把它剪掉。哈哈哈哈哈！断了把它剪掉。那么夸张呢？可以吧？应该可以。可以了，可以。走，出门了。好了，加油。谢谢啦。你们很幸运，今天没下雨。我们只带60升，因为今天也没什么风。对，很幸运。OK， 60升可以装几只啊？60升哦，你们才带60升哦，100升中票。我明天那个云南过来我收。加油，拜拜。确定加油，谢谢啊，拜拜，加油。老谢的生活日常。好不好？大家出来玩吧！欢迎来到老谢的生活日常。终于，这是在几点？现在1:30吧。2点，这时候应该1:30。我们不是要去小港口吧？不是，不是，不是。终于，我们要出红干班了。终于啊！从几月？8月。八月排单啊，一直在取消，到现在11月。就你带赛啊，你报的班，真是换你报啊、哦。我报就没带赛。刚好这个礼拜就这一天可以出。你看 ，lucky， 前后都不能出，就中间这天可以出。那今天带我们的，今天是我们带班的兵哥，一定要带啊！今天如果没带啊，就尾大叔了。没有没带咬他，没带咬我们就咬他，没带咬他。因为北山这一段时间也很多人没去钓了，因为封面啊，因为封面嘛，冬令啊，所以大概有至少5天以上没有人去抄了。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杆子，这一只是。跟马丁借的是吗？恶鬼游戏没错吧？我没看错吧？不是恶棍吧？恶鬼对啊，62H。然后例如是 Shimano 的 SW6000，先试晃一下，先复健一下。很久没钓了，一个月啊。我们从黄七尾回来就没出去钓过嘞。真的要，今天是复健。然后你的这一支是哪一个？你的例如是什么 ？Wiki， 这个例如多少钱？1万6、1万7那边吧。哇，这弄坏你赔不起哦。这一套那、啊、是棍子，那什么？不是棍子啊，杆子是什么 ？Swag B63M， 这一支要多少钱？我所以这一套这样要马丁他在用的，要3-4万的。对啊，他这样直接借我，他心脏够大。神杆哎！王奇伟出这套啊！王奇伟哦，他也是借你这套。这套啊！那你等下不小心掉到海里面怎么办？因为我要的我要买的没有货，货还没到，所以就先给他借。你也是买这样吗？差不多。没有啊，例如一样啊。例如一样哦，你好雅啦，你中乐透哦。这个东西该花就要花啊。那、啊、你杆子买多少钱？杆子啊，应该3-4千块的吧。哦，啊也这样配，你这样配很奇怪。他说杆子够用就好。哦，当耗材是不是？啊，可以可以可以，那也差不多啊，准备一下要出发了。Thank you.
来换位置。我要换位置。因为这边鱼太多，所以我们不要钓太多。对，就是红虾鱼。庙灯塔，还有庙口。他想说，以前和平岛的人不住这边。哦，这是不一样的。我的腰是。哦。你看红杆就这样子点头，这个点头。对，红杆大的才会点头。猴子大哦。台哥这只大哦，不是我的，反正不是你哦。隔壁那只也大，哦，那只，哦，我只脚短呀，哦，我跟南铁来卖吧。你在没力的时候还中，反正我那么努力浪都钓不到了，一竿定真章，不如我们轻松钓。350克的用手浪真的是，这用肚子顶，龙胆式钓法。我跟你说钓吧，我说顶肚子啊，拉龙胆不是顶肚子吗？应该只有那种街头钓比较好拉，没有。要不然再用手这样浪，手要废了。真的，快抓看可不可以？哎，也可以耶。这划船呀？对啊，不是啊，我说我这个姿势也可以，而且这可以使用到肚子的力量。
在那坐着啦。你弄弄线。免考虑啊，很出奇，要换掉，拢唔免考虑啊。知道，阿他都不会。很出奇，才袂差。知道的。可不可以不要？可不可以不要每次开到我身上？一定要的，很累很累的。真的哦，还好我还有肚皮是狼狗。怎么那么深还没上啊？想看刚才割掉的那只一头走，在哪在哪？这里，左手左手。勾不起来耶。你那电子秤会不会爆？才到25公斤，六斤而已耶。啊，这样才六斤哦。多多哎。有这么六斤，六3公斤多而已。对啊。那小只的那一只。看起来这么大，怎么这么轻？六斤都拉成这样子，我操了。一斤要2斤啊？那个应该吗？那一斤半啊？一斤半，一斤半左右。真的，真的有斤哦！哇耶，有7、8斤哎！感觉很大只哦。我也以为有7、8斤。动了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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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正在收紧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你那个姿势有出来就是会动的、啊，就是会动的哦。终于，到底是什么？哦哦哦哦！今天接我们出去，其实体验是不错啦，也没有不好到哪去。台哥钓了三只红杆，三只盐螂后。那个盐后啊，小秘密刚刚比较讲的，主要是那一只大只的，最大只的那一只，那一只六斤多，六七斤，那拉起来顺着够爽的，很爽哦，超级爽的，拉起来我手马上废了。我钓了一只白带，我早没打回去了。红杆帮一只白带帮的，红杆才可以钓一只白带，我也是醉了。哎，我有钓一只红杆，目视大概两斤啊，然后一样水面脱钩，跟黄七伟一样。我是觉得它太小，让它回去长大一点，它会出现哎。对，或者是叫他爸爸妈妈来，谁叫他？谁知道他叫不动他爸爸？没办法，对啊。没事，我想今天钓完之后，我更肯定一件事，要买电锹了。我买电锹，看旁边拉得很舒服、哦。对啊，我这只手现在我觉得我快死掉的感觉，这只手整个快掉了，超扯。哎、欸，那个，因为去那边克数都是250克啊，对啊，以上，所以我那手根本就撑不住，真的。好玩啦、啊、好玩啦、啊、我想下次再来报仇，来报仇，黄金我要报仇，下次我要拿我的电卷来开工，你有好多仇要报，对，我有很多仇要报，好不好，那我们下期见啦，拜拜。我今天的生活或许就是你明天的日常。you